想彈琴，唔通個個都想彈琴咩？人生唔通要事事都順利？未出發嘅時候，我都會諗做唔做，得唔得噶？唔得嘅點算啊？音樂家都係揾食啫，做乜啫？喺香港搞音樂困難重重，人人為生活奔波，冇時間去享受。做音樂為咩呢？但係如果我哋未做一件事，未去到一個位，又點會知道冇結果呢？就算唔得又點喎？唔想做，做；唔应该做，照做；唔可以做，都要做；唔可能做，更加要做。作为年轻嘅一代音乐家，我哋去谂点样去令明天更好。如果我哋都放弃，咁以后点行啊？条路系难行噶啦。但是不可以不行，香港人就是永不放棄的了。我們音樂家爭氣，我們香港更加要爭氣。